喜周深在8月29号举行的东方风云榜30周年庆典上，周深演唱的《大鱼》获得30周年至尊金曲大奖。进入九月，米缸热闹非凡，并充满祝福，因为九月是周深的生日，很多的生米都在准备给周深的惊喜，比如台湾生米联合应援城市公交车，对周深生日祝福一个月。快到生日时，还有电影影片的应援，令人期待，据说是承德感线。这一次台湾的生米们动作更快一些，不知道有没有台湾的小伙伴打卡了呢？在 Billboard 中国的8月封面专访中说，今年是周深出道9周年，海内外各地的生米用不同的方式在纷纷的庆祝周深出道9周年。马来西亚有一个电台把周深作为 Idol of the Day 播放了1个小时周深的作品。在跑男去泰国录制的时候，生米的应援规模也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。据悉，当时有来自泰国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越南、澳大利亚等地的生米联合做的应援，这让周深不禁感慨，没想到自己的歌被这么多海外的朋友喜欢，感谢这个时代。在这个全球互联网的时代，周深微博来自海外 IP 的回复也越来越多，这些无不说明着周深的歌声正在全球唱响，周深的歌迷在全球也是不断的壮大。周深说自己最初的梦想是单纯的希望能留在舞台上唱歌，而9年后的现在，他早已实现并正在践行着这个梦想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，歌迷的存在让我的音乐变得更有意义。而他不知道的是，周深和他歌声的存在也让生命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，你们说呢？昨晚最新一期舞台2023终于让我们看到了周深新的歌曲舞台了。周深搭档朴宰范共同演绎歌曲 Yesterday， 全英文，情感饱满的深情，歌词字里行间都充满着美好，两种不同的声线和情绪演绎出温柔和浪漫，和谐又充满氛围感，很适合静坐着闭着眼感受。 You're the answer all my problems solved. Life with you so beautifulI was lost but found my purpose now. I'm glad you're giving me a run. 周深这些年声乐技术不断的精进，超高难度的歌曲也是层出不穷，比如说强混力量型的人士，迷美流行三通的灯火里的中国，哥特风的自己按门铃自己听。之前就有直播间表示点周深的歌得多加钱，可见周深一些歌曲的难度之大，但往往由于他唱得过于轻松而让人忽略了这一点。这首 Yesterday 的主歌部分，周深一开口，舞台仿佛为他单独开了柔光滤镜，这个音区的音色仿佛明亮的心，开口瞬间抓人耳目，心神瞬间被他掠夺，忽略所有，目光一心追随着他。周深能在一众歌手中脱颖而出，离不开他的勤奋努力，同样也离不开他的音乐天赋，真就是老天爷赏饭吃。困了是吧？我们来唱歌吧，来吧。不要鼓掌，我说是你们唱。灯火里的中国会唱吗？我起个 key。灯火里的中国，青春。这个中国胸怀辽阔，预备起。灯火里的中国，青春。歌手周深，你还要继续努力呀、啊！我会继续加油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周深，拜拜。谢谢大家对周深的关注。我刚刚说什么来着？周深对自己要求很高，但对大家真的很宽容。谢谢大家努力，耶！第八，再见，拜拜，谢谢周深，下次可以接上我的歌吗？大家加油啊！希望明年大家加油哦，以后我们继续东方风云榜见。对，明年深深扔出来的歌也能接上哈。
生，拜拜。去抓，先生，你们想好不好？先生，哎，比心呢？好，拜拜。嗨，我是小郭先生，加油，辛苦了。哎呦，拜拜。我把麦镜头给你们。一亮会开始觉得我这个年纪说这四个字不太合适的，他是一个统治者，你会后悔的。呸，这个你放彩蛋告诉他们好不好？有点可怕。Hello， 腾讯新闻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本期漂流瓶的大来宾歌手周深。看得出来很新鲜了。答案之书，神奇的答案之书，你觉得周深唱歌怎么样啊？你会后悔的。觉得答案是真实的吗？我无语了。突发怪症，缓急加时，闭着眼睛飞先许个愿。我都已经会后悔了，我还许什么愿呢？好，我立的 flag 能不能立住？专辑今天不可能，专辑今年一定发出来。换一个吧，就我发出来的专辑，大家喜不喜欢？表示怀疑。我太难了。这怎么跟我印象中的答案就是不一样啊？我以前遇到的答案之书都是说一切都会变好的，怎么这本答案之书有点邪门啊？这是不是有问题啊？这个太可怕了，写什么叩问心灵。什么疏解压力，哪里有疏解啊？全是压力。我已经不敢认真地问他问题了，我想想啊。我能继续开心地在舞台上享受唱歌吗？答案之书，你做本书吧你。继续。周深以后还能不能给大家带来惊喜？先做重要的事儿哦。连答案之书都在催专辑了吧应该。flag 就是今年内一定发。那你同不同意答案之书？好害怕，有点可怕。是什么吸引你来参加这个节目的？希望自己能够获得新的一些信息，发现一个新的自己，再加上它特殊的赛制，我之前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音乐类节目，所以我觉得很有趣，想来看一下。其他行业的人来看，应该会在这里面找到一个曾经出发的你，或者是小小的一个你自己的一个缩影。